小心别跑啊，别摔着，慢点。呀，你干嘛？你不让你小心一点的吗？啊，你摔了没有？疼不疼？让妈妈看看。不疼啊？你看你乖乖起来。哎呀，让妈妈看看啊。没让你走慢一点，摔着没有啊？小孩子摔一跤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爸心疼了。看你说的，你嘴上说的好听，你心里不心疼啊？我们可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是吧？嗯、啊，好了好了，文文，跟爸爸走。停车，停车，钟先生，钟先生，快上车。钟先生，您去哪儿了？我找您好几天了，你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欧阳太太，你别难过。我也没想到事情怎么会发生的这么突然。可惜，你跟欧阳先生这么多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了。你放心吧，这份研究的成果非常重要，我已经把它交给国民政府了。只不过封名头、油矿地址的文件，你爸爸纯属意外。你别杀我。小姐，看到金处长了吗？金处长，他要杀我。他是日本潜藏在军统内部的特务。什么？这个混蛋！我早就看出他不地道了。欧阳，你真是厉害，才刚加入军统就查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看来你是不会跟我一起回上海了。回上海？皮尔教授不是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吗？你回上海干什么？这次
我是要去找一个叫钟大亨的人，你敢不敢再跟我走一次？钟大亨？怎么，你这个人认识吗？我好像听说过。是这样，我明天一早就走了，你决定跟我走吗？我还是好好想想吧。OK， 没关系。那我订明天早八点的票。如果你决定跟我要走，就直接来码头找我。好的。再见。再见。史蒂文找钟叔叔干什么？不行，我要争取回到上海，在他们之前找到钟叔叔。你当然可以和史蒂文去了。到了上海以后，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记住，凡是有关抗日的事情都可以，你也可以直接去找申健。是。有关钟大亨教授的情况就这些。日本人是贼心不死啊，他们找不到皮埃尔先生，去找钟教授。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油矿，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一定要先于他们找到钟教授。可是钟教授的情况，我现在并没有查清。我听梅若兰说，他好像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现在正处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们都要试一试。这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潘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找到钟教授，不能让日本人找矿的行动得逞。我告诉你个消息，欧阳马上就要从重庆返回来了。怎么，你不高兴啊？没有，他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钟教授。身在重庆的欧阳文得知敌人在寻找钟大亨的消息后，及时将情报传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巧妙地赢得了徐森的信任，随同史蒂文返回上海寻找钟大亨。一场更加残酷复杂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情况怎么样？通过治疗，病人的情况明显好转了。很好。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他醒过来。大夫，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好起来。我们一定尽力。将军要是看到他的情况，一定会很高兴，对吗，袁秘书？是的，我想一定会是这样。方晴啊，如果我现在派你回重庆，你会害怕吗？
回重庆。钟大恒是没什么指望了，我们需要抢在赢左之前把情报拿到手。现在看来，这份情报在军统手里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我想派你秘密的潜回重庆，利用你原来军统内部的关系，想办法来找到这份情报。只要知道它的下落，花再大的代价我也要把它弄到手。怎么，你不愿意？啊，没有。啊，我只是在想，军统对机密档案的管理很严格，想要窃取，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接近相关的情报人员。对，这是对你有利的线索。不过，接触他们也要格外小心。毕竟，你现在是他们的敌人，要想好能够全身而退的方案。主任，我回重庆。身剑的那一刀我不想白挨，我承认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但为了我们的任务，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就算再死一回。任务要完成，人也得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培养你，绝不是为了拿你当枪使的。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需要你陪着我，一直走下去。主任，好了，我的心思你以后慢慢会明白。你回去准备一下，行动方案我会尽量周密的安排，明天交给你。明白，你放心吧。干什么的？我们来给他检查一下身体。进去吧。钟叔叔，钟叔叔，你怎么了？一文。脉搏，钟叔叔，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是谁？是谁？钟叔叔，我一定要替你报仇。欧阳，你不要太激动，事情已经是这样。不如让他离开人世。斯蒂文，我不允许，我不允许你这样。欧阳，钟教授，他不能活着。欧阳，你想过没有？牺牲一个钟教授，可以拯救千百万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机会。想一想，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权利让他活着。我不听，我不听。万一钟教授真的醒了，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们应该为全人类的生命着想。他是我叔叔。没时间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是我的失职，报应了！把这里的所有人，人生活着，别人都抓起来，嘿，还不是了！ 一直在找钟叔叔，找了他这么多年，我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可是他却这样走了。欧雅，你不要太难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不，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是我亲手害了钟叔叔，你知道吗，元妃？自从爸爸走后，我就钟叔叔这么一个亲人了。可是我却亲手害死了他，我对不起爸爸，对不起钟叔叔。我对不起爸爸，我对不起钟叔叔，我真的好难受，元妃。你别难过，你不止一个亲人，我们大家都是你的亲人。欧雅，你别难受，你听我说，钟叔叔还有你爸爸，他们是为了反击日本鬼子而牺牲的，我们会永远怀念他的。 希望爸爸和钟叔叔能够原谅我。他们会的，他们知道你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才这么做的。元妃看到欧阳文这颗年轻的心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他的心颤颤着，他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的战友。 他心中的恋人，将军，钟大恒的死，您不必过于焦虑。其实，寻找右宽原本就没有指望他。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对于山东胶州湾铀矿的事情，军部早就有准备了。当年军部指令我嫁给欧阳轩，就是怕这份秘密的文件外泄。后来，欧阳轩事件发生以后，他的助手。 就将这份绝密的文件交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手中，他的代号是4285。那他的助手是什么人？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钟大恒。4285档案的重要性，中国人是不会知道的。 原本以为放在那里是最安全的，可是现在这件事情暴露了，所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来。那就马上采取行动吧。是吧？这次钟大恒的事情上，林世杰又失败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不让他去做了，想要让你来完成他，请将军吩咐。
这是这次的行动方案。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嗨。潘书记，什么情况？袁飞啊，这次你到重庆，要设法与欧阳会合，一定要抢在日本人前面，把那份珍贵的4285档案拿到手。明白了。小俊回来了，这次我让他跟你一起去。太好了。我让小俊配合你工作，你们一定要保护欧阳的安全。你放心吧。另外，中央根据当前的战争形势，又有了新的部署，要我马上回延安。潘书记，你路上一定要当心呐。放心吧，我等着你们好消息。别看了。你说刚刚找到这个钟大恒，他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呢？还有沈丽这个骚货，竟然得到影佐的重用，他们真是瞎了眼。哼，这一切都是天意。你想想，我林世杰办不成的事儿，他沈丽能办成，那不活见鬼了吗？影佐这次恐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也真是不争气，本来钟大恒的事儿影佐就对你有看法，这么一来他更不会重用你了。我那是缓兵之计，如果我不让影佐盯着钟大恒，我哪儿腾得出手去挖4285的真实下落。这个4285真有那么重要吗？哼，说你妇人之见吧。我告诉你吧，只要有他在手里，无论咱们走到哪儿，都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可是，影佐又把袁飞派到重庆去了。我知道，派去。你放心，我会让方晴紧紧盯着他。这次去上海，虽然没能把钟大恒带回重庆来，但已经使日本人的计划落空了。盟军对于这次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通过这次行动，阻止了日本人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为此，总部决定给你嘉奖，授予你军统少校军衔。负责特务处的全面工作。谢谢许座。日本人对于这次行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是。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现在还没有，不过您放心，这小子呀，一有事儿一定会跟我联系的。这个你先拿着，尽快联系上他。好的，谢谢小姐。刘百顺，哎，少校，你干什么呢？哦，我那个整整文件，有好多都没有价值了，我把它们分类。你还知道你工作的重要性吧？我当然知道了，作为档案室的一员，保密是最重要的。嗯，很好。你把你整理好的文件让我公募。是。这儿有些文件，请您过目。放着吧，把这些没用的全拿走。你有什么吩咐？这些全是没用的，你把有用的给我拿过来。少校，这些都是有用的，没用的都销毁了。销毁了？啊，是，那会儿日本人天天轰炸，整天搬来搬去的，把人都折腾死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少校，有的销毁了，有的都丢了。刘伟顺，你有几个脑袋？一个。少校，您可千万别告诉许作。行了，出去。您别告诉许作。出去。是。我跟您说实话吧，少校，有的销毁了，有的都丢了。袁飞，欧阳，你怎么来了？情况紧急，四二八五档案找到了吗？没有，一点线索也没有。我已经查过档案室了，由于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很多档案都丢失和销毁了。目前没有发现四二八五档案。天哪！
如果是销毁也就罢了，万一是丢失，这就太危险了。是啊，我也在为这事着急啊。这份档案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他们很可能会造出核弹，会给人类带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通知各方一起来找到4285档案。你知道吗？潘书记说党中央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好，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4285档案的下落。你怎么样？累吗？我还好，你呢？对不起，我刚才说话有点急。没事。我走了。袁飞。什么也别说，咱们都得保重。如果是丢失，这就太危险了。是啊，我也在为这事着急啊。这份档案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他们很可能会造出核弹，会给人类带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党中央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欧阳文深知4285档案的重要性，党组织派他进入军统就是为了寻找这份档案。可当他听到刘伟顺所说有的档案丢失，有的毁掉，这是肩负重任的欧阳文心急如焚。Seems urgent. What is it? I got the information in about 4285 files and, You have the files? No, no, I don't have the file. I mean... And I thought my task would be accomplished. Not so fast. What is it? I got information. The file might be lost. Lost? What do you mean lost? Lost is lost. You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ou know how dangerous these files can be. I know exactly what the concepts. I know exactly what the consequences is right now. That's why I'm calling this meeting to find a way to figure out this, you and I. The files are lost. I think we really gotta get our hands dirty with this one. How? I mean, we gotta go check at that place where they trade intel. We gotta go check with the personnel at the KMTU archives. We're gonna check with beggars, trash dumps, basically each and every place in this town.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We better get it started.今年的事儿，要真是让徐森知道了，我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还是溜吧。
报告徐总，刘伟顺不见了。什么？刘伟顺不见了？通过查证，他携带大量档案逃跑了。这个混蛋！喂，杜司令吗？马上全城戒严，捉拿军统保密局档案保管员刘伟顺。对。沈健，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欧阳，到。你马上到档案室，把一份代号为4285号档案给我找来。是。